Hello， 大家好，那么今天就来是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，我们要来面对那个恐怖的真传奇关卡高星关卡。那上次基本上一直都没有机会打赢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来看一下，究竟有没有机会打出我们的好成绩哦。毒姐角色真的是蛮麻烦的，再来就是那个燕子那些很麻烦，所以我们就看一下究竟有没有办法哇。电量不足了，看一下最后 20% 的这个电量能不能让我们苟到最后，好不好 ？Last go go go， 终局，希望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了，拜托你了，不然就真的要死翘翘了。很扯哎，到底这个关卡怎么可以这么的难扁啊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很难扁哎。来，直接走起，然后这边的话，主要来说就尽可能赶快打多一点伤害吧。我记得他好像是漂浮敌人哦。那鸟鸟是漂浮敌人，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月人猫来搞一波，这样子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哦，妖鼠一堆一堆，哦，我的天，有够疼，有够疼。哦，月人猫还是掌握到了一点点小优势哦。然后到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一撞塔之后啊，就会有我们那个谁，就会有我们就是那个一堆燕子冲出来嘛。我们那个时候大概就是用一下那个猫咪龙城哦。因为龙城好像也是抗毒级，对不对？毒一下我没有用，所以应该也没败。这个先要来一下哦，不然他等一下打一下我们就要没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哇，好像有点惨。哇，我们这个八戒好像哇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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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掠过了，哇哭了哭了哭了，八戒被掠过了，完了完了，这边超浪费，我那八戒浪费到一个爆炸狙了，哇太早出了。我原本想说刚好应该可以来一个很好的这个搭配，结果没有，太早了，完蛋完蛋，6700来了，猫咪龙城，猫咪龙城它是那个漂浮蝶跟那个跟什么跟毒棘，古代总有吗？哦，漂浮跟红色的这个大坦哦，所以是没问题的。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大概就是躲弄走起。把这个脸哥跟我们那个大眼猴打后面去一点点，有没有？那么去后面，而且还可以顺便杀那个燕子哦，好像还行。然后去走起，哇，到底要来几只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老哥，哦，死了，好像还行。撑住，我们能赢。然后八戒。有这个龙城好像比较好一点点，我觉得确实有比较稳。然后还有加上我们换了我们这个躲弄，但只希望这个毒鸡不要一直搞。哇，拜托，冲起来！没事的。哇，主要是他们还会一直升啦，哦，所以就是没有完结的一天。躲弄 ，Go！木爆！哦，可以，哦，躲弄是真的很爽哎，因为躲弄还可以就是把他们给烧掉，这真的是爽到一个不行。哦，这样好像就有比较好那么一咪咪了，而且龙城还在哦，我是希望龙城可以再撑到就是下一个龙城要来的时候。拜托了，守住，守住，别搞，有点紧张，完了。这波看如何守住，可能要看一下他们守到下一只躲弄来啊、哦！躲弄加油，躲弄一定要来，不然就是赶快把那个大眼猴猴先解决掉一只。那大眼猴猴死掉之后，应该就不会再来了，应该。好，我们这边小心一点点，躲弄来了，就是躲弄，拜托帮我们一下，所以把那个毒鸡弄死最好。哦。有一个燕子有吃到攻击哦，啊，好像还是很惨哎，我的天，这关到底为什么可以那么的鸡波啊，我的天，啊，别再搞了，老哥，吼，哇，毒鸡还没死，我想要死的话，我们这边就可以接一只龙城出来了，哇，完了。6700，我觉得可以再撑一只躲弄，再一只躲弄出来的话，应该就可以那个杀一波，然后杀完一波，我们就有那个钱可以叫龙城了。拜托，很紧张哎，为什么每次打动关好像躲弄，哇，好像有点远。啊，没了，但是
毒鸡挂了，他只要不要再出就好了。来，我们龙城来了啊、哦！然后最好是可以赶快把那个谁，赶快把大眼猴轰死，算我求你，大眼猴猴，不要再搞我了，别再搞我了，大眼猴猴。二人组继续出击，好像没有毒鸡嘞，没有毒鸡好像就蛮稳的了哦。要修，我的天！好，就继续出这些，然后出那个二人组跟那个跟我们那个那个谁啊，跟我们就是那个未来猫。你看，我觉得我们会死这么快，一半的这个大原因全部都是因为那个毒鸡的关系。他没有毒鸡，我们现在过得多爽啊，各位，有看到？没毒鸡哦，死一只，没毒鸡我们就没事。派出我们的超级击退员躲喽！不，可以。好了，这一次稳了，好不好？这不可能再不稳了吧？这铁定 OK 的吧？这如果再不稳，那确实会很可怖、哦。顶天，抵上天的这个烟囱，弄死！再见！没问题。嘿，哦 ，nice， 舒服啦！哦，太好了。原本啊，当初就是打这个系列的时候都可以跟大家聊天，那么打这关的时候完全没办法聊天哎、欸，这关真的好要求哦，不知道再强几点的，那就一直那个一直来，然后一直赌，然后我们的血量就一直趴，角色就一直死。OK， nice， 哦，最后一关了、啊，难怪了哦，顶上天烟囱没有问题，好，再来就是这个被揭露的这个神殿之秘宝啦。魔拳远飞，感觉这关好像也是可以用这套的，因为很多那种就是古代种的，继续给他走起，好险哦！我们这样好像算是一次过，对不对？虽然也是打了好几次才一次过，好不好？骷髅 ，Go！来 ，Go！没问题。哦，狗炮完了，对吼。好像没有带那个哎、欸，没有带怎么抗那个抗波动的，要死了。啊，等一下又来一波那个波动，全死。这关感觉就还是得带那个、喔，得带我们一些那个角色，不然就完蛋了，太惨啦，各位。躲动，二人组，哇，完蛋。二人组，我真把这个犀牛给打死，不然我们就完了。喷烂，我们用那个硬打战法。我们毕竟现在还是一个那个什么，毕竟还是一个那个该怎么说，还是一个二星关卡，应该不太至于会死到一个不行。OK， 稳住了各位 ，nice， 感谢。魔拳远飞，赞啦，好不好？那二星关卡果然都还是最棒的地图，太爽了。二星关卡果然都还是 OK 的，走狗运。好，用这个。欸，可是我们这个出号机应该不是那个，对不对？不是三阶的。转一下，快，那就 OK 了。这关是有那个不死三珠的啊，不能乱搞啦，各位。Go！让我们看一下啊。走起！哇，这关会不会是那个没有办法那个啦？没有办法就是进化的还是干嘛的？可是我刚刚好像没有看到黑熊的部分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还好。待会我们来一个4470块，炮击，捅起来！哎呦，厉害了！叮！走狗圈运，哦。425，有了这个，只要那个波动抗一下，就完全没问题了。抗起来！红色无尾球，看你怎么办！嘿，弄死！走狗圈运，这应该是走狗屎运的意思吧？狗圈运 ，OK， 可以哦。
来喽来喽，开扁开扁！这尾熊也是意外的很硬，这才二星而已。如果打这种就是波动无尾熊的话，哦，就是带上这个波动的这个灭子角色就我们是不是要爆开了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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